为什么不玩了？这游戏啊，好可怕、啊！你要站到这里来，你要站到这里来。哎呀，你要站到秋风那个位置。哦，你要上哪个这个？所以怎样？要今天要什么？什么东西坏掉你最难过？对耶。好啊。所以不能朋友，不能朋友，不能女朋友，不能人。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都说电脑？然后整排都是电脑。对啊，大家限制不能说电脑。那就游戏主机有，全部都是电脑。完了完了，这样好像没什么好说了。对啊，本来想说女朋友坏掉最难过。是你在物化女性是不是？这有物化女性的嫌疑哦。不是他，应该女朋友坏掉应该会蛮高兴的。他对你说我坏掉了，那你会很开心吗？我怎么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越听起来怪怪的？哪里怪怪的呢？哦，你们怎么这么邪恶啊？他跟你说要坏掉了吗？又说不过来。要坏掉了。要坏掉了！我要被踢出去！要坏掉了！有人已经要坏了！坏掉了！坏掉了！已经有人坏掉了！哎、欸，我刚刚竟然又被踢出去！这样真的可以吗？这台开的谁坏掉了？等一下，我来把一些人的声音拉大一点好了。干嘛你要坏掉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我们要什么题目呢？什么题目呢？不就是刚那个吗？啊，要限字数吗？还是怎样？如果摇坏掉，刚那个我们都一定类似啊，哦、电脑啊，电器用品啊，手机啊。这个不能讲人吗？不然，不然就是就是放下去的第一个可以用电脑，剩下的都不。为什么是我坏掉？你想要坏掉？没有啊，你想坏掉。啊，是想要把瑶用坏掉，不是把你听了什么？好，哎、欸，对啊，你们才是官配 CP 好吗？不要让我追到哦，让我追到你就要坏掉了。啊啊！他掉下去了。官配 CP 听起来真的好大哦。好，所以不然就一样坏掉，然后不准用电脑。这样子。不准用任何跟实况有关的器具。哦哦，好难哦。好像也可以耶，对不对？可以讲一次吗？听不太懂。什么？什么物品坏掉你会最伤心？什么 OBS 啊？什么退区啊？就是简单啦，离开网络世界，你什么东西坏掉会最难过？哇哇哇！除了网络世界的东西以外，对啊，现在限制越来越多了。限制好多哦。如果说我们还是民主的社会吗？合适都可以公那个什么核能都可以公投了。有人哎、欸，观众说什么？上一次手机坏掉的方式哦。上次如果没有坏过手机嘞？哇、哦。哇，嚣张了，嚣张嘞！问爱护，然后换掉手机的方式就是买新手机，旧手机拿一下买假了，对他，对他的眼中就觉得坏了。没有买旧手机直接坏掉，这也太恐怖了吧！坏掉的东西哦，民主坏掉了，什么东西坏掉最难过？对啊，所以真的要这个吗？我觉得可以啊。我也觉得可以啊，只是就是不能就不要三 C 产品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哦。哎、欸，可是禁掉三 C 产品就还好啦。可是就没有难过的了耶。回味童年一下嘛。珍惜的小贝贝坏掉之类的。三 C 儿童，哎、欸，那个叫三 C 成瘾症哎、欸，哇！你不能从小到大都是三 C 产品嘛？对。我小时候三岁就在打格斗游戏耶。那个格斗游戏坏掉就，哎、欸，我那个真人快打，我的粉丝有提供一个意见說，说坏掉的东西撞题就把它摔坏，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冒险吧？哎、欸，让每一个人都出电脑怎么办？我们等一下再开台到一半全部摔，对啊，所以直接摔，就摔坏。如果有人听懂很奇怪的东西怎么办？那没有，那我们都写粉丝就好了，不要把它摔坏，你要抹杀粉丝吗？这个好像也不行。
这题没有限制字数哦。对啊，没有啊，我们题目要哪个都还没决定啊。哎，不是就决定那个吗？啊，真的吗？真的要这个吗？那啊，没有没有，你们继续讨论，你们继续讨论。如意棒变长啊，歪了。变长还会歪掉啦。啊啊啊！这个棒子怎么越长越多？好，所以大家决定要哪一个？我现在已经很慢了，都是坏掉了。我也是啊，因为而且我已经想好了，那就坏掉了，那就坏掉了，坏掉了，坏掉啊！那不要三 C 产品，要紧好啊，坏掉啊，还限制啊？你第一天一起坏掉啊？不是啊，不，哎、欸，不要这样，我已经你会打乱我的计划的。所以到底有没有限制数啦？坏掉了、啊。你限制住我就会加很多小老鼠。我怎么 I U A O？ 什么东西坏掉你最难过是不是？对。好啊好啊，来啊。好难想哦。来啊，赶快啊，加入游戏啦，进去再想啊。好难哦。啊。加入啊。什么东西坏掉？开始。哇，有一本书嘞。哎、欸，对啊，这本书是不重要，开始暂停，继续重玩，不重要，重来，什么？开始暂停，继续重玩。他写什么？准备好，等一下按钮。那本书那个一拳先丢掉，一拳你不要用那本书。啊、怎么了？免得你用坏掉。哦，好，我先丢掉。哎、欸，不能丢了，他就飞出去了。我看一下，可是我差点忘记怎么玩呢、欸。我能坏掉的东西，难过的就只有那个东西而已啊。明天到底什么节日？你那个东西已经坏了。嗯，而且其实真要讲的话，我应该还蛮常弄坏那个东西。坏掉的哦，什么东西坏掉？如果坏掉的东西跟某个人物有关，需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吗？某个人物有关。啊？什么啊？我怕你们那个，怕你们太开心。那个十二月五号接近，我先讲掉一个好了，红色斧头不能坏掉啊。还真的是啊！如果你有红色斧头，请拍照好不好？拍出来，你现在就给我拍出来。那个先讲掉好不好？你们就不会乱盖了。不是红色斧头吗？所以名字不用写出来，我就直接写个代称就好了。砍东西的那个字，不是红色斧头啦！不然等一下我要被踢出去。你就是被永ban。哎，你好多久？米菲已经想到了，耶、这个东西我就要坏掉，真的很难过啊。可是我也想到了，我就一定会被你们弄。我想不到什么东西坏掉啊！你看，你看，哎，点击告示牌就是会有彩蛋。三 C 产品坏了才会难过、啊。要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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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久？要多久？哎、欸，我觉得我出正常版了。正常版忠实粉丝们都知道有没有？口头禅。这真的很难过啊！要多久？我要出、這個。好了，所以每个人都要点一下吗？啊、每个人都要点是不是？好了。就是出好题目点按钮，然后可以点一下有多久。或者你可以来点我的、啊。嗯。我觉得这样按下去会不会迟早被你们玩坏？会。告示牌坏掉。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你不会自己要表自己哦？东西嘛，物品嘛。对啊，不会没有自己要表自己哦。没有啊。哎呦！发生了什么东西？阿纪，你这个什么东西哦？这怎么盖啊？我在米菲后面呢、欸，我好紧张哦。噔哎、欸，我觉得接到我题目的很开心哎、欸，姚你也太佛了吧？对啊，我根本太佛了，对不对？我知道那是什么，可是我怎么盖啊？你就随便选一个就行了。啊，随便选一个也太难了吧？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嘛。这倒是，你不要生气啊！冷静一下，不是。冷静，冷静，冷静！你怎么这么早就坏掉了？我
是要盖，其实不好盖。我想一下。哎，对啊，好像不好盖哈，对不对？你现在意识到吗？不会啊，不会啊，我素材库拿一拿就要盖完了、欸。太快了，太快了。这么好，可以换吗？不是、這個欸，对啊，我怎么觉得秋风写的很像事件啊？这是算东西坏掉？这个盖归盖啊，东西坏掉啊，让人家看出来是那个东西。哎呀，你在我后面哦。对啊，东西坏掉啊，这个最正常了，是蛮正常的啦。只是觉得你写的好像一个事件哦。啊，我知道了。嗯。这好好恼人啊！好难哦，阿吉。哈，嘿嘿。在干嘛？我要弄很简易的方式哦。不能这样，不能简易。嗯。这题目我很难过哎、欸，这东西快点，我最难过了。嗯。哎、欸，我盖完了、欸，太快了吧！太快了啦！我也快乐你也快乐啊、哦！好，我也快乐，我也快乐，好快乐快乐，大家都快乐。盖个形状出来再说，不要讲再讲。我觉得我盖得很棒啊！我在盖什么东西？你该不会盖得很奇怪吧？哦，好难盖哦，这个。好像有点难盖、欸、这个东西，主要是要先有雏形，没有雏形什么都免谈。要多久？哎呦，现在这个都可以了。我觉得我这个盖应该算是蛮浅而易懂的。嗯。哎、欸，我没有对称。好像空间不足哎、欸。有没有很坏掉的感觉？坏掉！又来了，坏掉了，坏掉了，坏掉了，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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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样太大了，怎么拿人家的头啊？你要拿人家头、啊？难盖、欸。嘿、欸。嗯，不行，太扁了。好了，不要放了，就这样好了。有人召唤错误了吗？还是故意的？对啊，他就教他怎么打。好宽哦，这样好像太宽了。以前的我去扁。好了，按下去了啦，差不多了啦。等一下，再顺便呛一下。呛耶！这好像太长了。太长，好啊，真的啊，太长，好是好啦，好啊、可是对啊，讲你马会很开心，可是你，我好想哭、喔，我觉得正在啊，肚子哎呀，我觉得我盖的很浅显易懂，不米飞不，完蛋了，GG，当米飞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GG了，不。哈哦，秋风，你要相信我、啊。哦，你要相信我。大失败。记得是这样盖。等一下。啊，算了，随便啦哦。啊，不小心下面多一根了。啊记得自己你笑什么、啊、好恐怖、啊、笑太开心了吧谁啊那个啊擦玻璃界的实况组我的妈天的玻璃有点脏哦到底在干嘛了天的玻璃太脏了好烦哦我错了把他静音了这也笑太开心了吧
真的很像擦玻璃。不是不是，你们超像的。种种雏形，什么叫做雏形？那是事后在修正的东西。那现在长怎样都不重要，因为等一下还会再改。好了，反正他们知道我要改什么就好了。他们已经知道了，大家那么聪明。那我换别个东西，因为临时找不到。我觉得我盖的很棒哎，完美呈现了。是这个吗？我也觉得我盖的还不错。我觉得我也不错啊。我觉得我蛋了。哦不，刚刚说这些一定都很差。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作死啊？我在哪里？哇，现在有专门帮你铺地板的哦。我在哪里啊？我知道有。怎么果然都是那工具书啊！果然是忠实粉丝哎，都有历史可循哎。可能书我不小心丢掉了。我也丢了。希望他等下会再给。两百多。我的天哪！来试一下，应该每次进来就要很难改耶，这真是哦。来试看看，这样可以吗？哎呀，走开！要多久？那书还拿得到吗？不知道哎，这很奇怪吧？不行不行，这个我不行，那去找书了。太多了啦，谁谁啊？哎，好玩好玩好玩，我觉得好玩好玩。哦。他们就算知道这是什么，也不会拆到那个东西去啊。哦，我下一家是安全的人哈，我可以这样改。安全？请问这里有不安全的人吗？你呀、啊，你一定要逼我们吗？你呀、啊，你的存在都是不安全的。你干嘛要逼我？好惨哦！我可以先帮我下一个拆我的人先跟你说抱歉了。要怎么表现啊？这个好烦哦！他一定很痛苦。哦、我的上一个是法师啊。没关系，法师你就尽情的盖吧，我会好好的承受的。虽然我不在你后面。我想给他加东西哦。很难表现。瑶，你行不行啊？我也要去继续点告示牌了啦。我也要去点啊。欸哦、你已经点了，尴尬，那我好了，不行了，好了，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你们官配 CP 到底？哎呦，哎呦，好恐怖哦！哎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盖的怪怪的，怎么会有两颗球，然后一根大大的？就它是很正常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两颗球，然后一根东西在中间很长的，乔峰，这是什么？要备用的。我刚是不是把命运牌给你？不是，巧克力盖这什么奇妙的东西啊？哎呦，好恶心哦！虽然我看得懂是什么，可是好恶心哦。好哦，是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吗？不是，这会有十八家的题目吗？这是正常的吗？这是正常的吗？阿纪，很正常啊，超正常的，最正常不过了。嗯，就。对啊，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奇怪哦。不会是普遍级节目，你知道吗？不会是这个吧？有那么扯吗？谁啊？这个可以坏掉也太厉害了吧？这个没有限制人吗？法师，你是猜我那一题吗？好问题，我忘记了。你看一下那个他写什么？是啊。那后面那个你不要想太多啊，那只是一个意象而已。是，我就有想不想，没有什么任何。等一下，我看到你什么意思？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后面的什么玩意儿？真是奇怪呢。那个要多久？要从哪里按啊？明天快乐。不告诉你嘞，不告诉你嘞。哦，我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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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人太好了，我下次不要说了。不要跟这群人学坏哦。好的啊。阿基盖了这样的东西给我，我就要猜什么啊？这个会坏掉。你才是盖这样东西给我的。哪有？我盖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吧？是啊，差不多。盖的是这个东西。吧，应该吧。要多久？好了。哎，秋风，你行不行啊？觉得是，他不理我哎，可恶！把就这个好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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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不好？到时候换成这样。
好了好了、啊。什么？啊？等等等等等等，哎，等一下，谁乱？什么？不是，老师，你别怀疑，真的就是长那样。这好坏掉啊！最后可能萧峰那边传过来了。等一下，我们说好了，不是说什么东西坏掉很难过吗？等一下，等一下，哎、欸，我脸是一片绿，你知道吗？怎么你脸一片绿，头绿头顶一片绿？不是，这是你的头顶一片绿吧？不是脸吧？不是，对，是我觉得我的国文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有点看不懂，你知道吗？哦，你现在才发现？不是，这是很夸张，这是很夸张。不是，哇，天哪！你要想想，我们这里有各种大魔王在啊。哇，这还真的是。你太久没来 building game 了哈。我懂。Oh my god！ 就要这个。这个要怎么盖呀、啊？啊。啊。啊什么？我这个感觉怎么盖都很奇怪、欸。对啊，你的建筑就是这样。没有没有，我是那种骰子型建筑家，看你骰要一还是骰要六啊。哎，哦，骰子型建筑家什么东西？我已经完全没有想要理他。那我是天才型吗？呵呵呵呵呵，擦玻璃型，擦玻璃型，这个还蛮好笑的。嗯。雏形，怎么说雏形？哎、欸，我觉得我盖的跟这个题目超级无敌像哎、欸！别说了，别说了，不是要吹了，别吹了，题目超级像。你们看到那个关键字了吗？所以我盖这个没错啊。这样应该很好了吧？应该不用再盖了吧？只是别人会就不会猜得到，就是另外问题、啊。我后面是什么窑嘛？那我就随便盖一盖就好了。坏掉的 feel 啊！害到我好不好？我要随便乱猜，然后还要随便乱盖。哎、啊欸，我这种东西我盖我自己都会怕。这根本十八禁吧？这个。那个江辉会把它猜不出来。我没有写十八禁的题目哦，你不要乱猜哦，我们不要乱盖哦。我们也是乱盖哦。然后你不要乱盖哦。我们这边是普遍节目哦，普遍级、哦，真的、哦，一直都是啊。我们一直合家观赏哦。啊！你们不要再加那种。你怎么那么开心啊？要怎么样呢？不是我很难过，我连题目都看不懂了。干嘛？没办法，国文不好的人。下次我不要写那么多字哦。好。哦。是这种震动。哎，三个好像不错哎。嗯。我开始不知道我在盖什么了。他展示框怎么那么坚固啊？哦，你要打到展示框后面的方块才行。难怪。展示框很坚固，超硬的展示框，被你发现了。这样看起来超怪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我盖的问题，那是题目的问题。啊、一定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人的问题。还是后面都用那个组成就好了。就是，如果是这样子。老旧到坏就是藤蔓呐、啊，可以吧？好像没有连接感哦。不要，你要控制感啊！你跟秋风拿一下。不是那个，嗯嗯，对不起，我的数量不多哎、欸。嗯，哟要多挤哦！如果有人猜得出来的话，我就
以身相许，好。哈，还好。你也要问别人要不要啊？我也还好，我就法师后面哎、欸。那我跟你换位置，好。其实法师是趁机告白吗？不行，你有一码了。一码他是谁啊？一码真的只有我们三个知道，竟然都不知道。没有没有，我也知道。我有看到、啊、对啦，一拳在，一拳在。那个我不会用。好了。这里种不上去。啊！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气死我了！不，我的天哪、啊，这真的是……好了，可以了，很棒，很棒啊，好不好？我自己截个图纪念一下好了，这真的太奇葩了。去，我还是把这个打掉好了，不然只会误导别人而已。我觉得我盖得很棒。我应该三个都该怎么出？彩虹之间，有人要擦玻璃了吗？哎呀，好了没？哦，好恐怖哦！快回来了，回来了，好恐怖哦！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哦，你是被按电铃了？我被网络被断掉了，网络坏掉了，好恐怖哦！怕。是不是你刚刚讲到什么三十几块那个笔的啊？对啊，怎么这么恐怖、喔？送三十好像也不行哦、喔，满整数也不行哦、喔。哎呦，我没有送人家高丽菜，应该没事吧？好了，可以了，好了，我好了，好了，按了，好，好，哎呦，哎呦，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屁呀、啊，这也太……这是什么？把这里不要想太多，真的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这样有类似的题目哎、欸。脏东西，有啊，哎，大对，脏东西，哎、而且你要把脏东西藏在里面。不是那么脏的东西，它只是长得像那样而已。什么啊？那我把它想成另外一个东西好了。啊，这什么？人家所以巧克力你的藤蔓就是坏掉的意思哦。为什么你的可以那么简单？干嘛跟你讲？可以这么好盖、啊？我干嘛跟你讲？自己不会看啊、喔？还剧透、喔？嗯、啊，我想自己猜，自己看。嗯。等一下，这什么？等一下，这好难哦、喔！不然，好难、喔。他记得很简单，我硬是把它调回去、喔，我不可以让这个地方变脏。好可怕哦、喔！旁边的地层下陷，这是什么意思？是粉红色的一根插进去，摩西啦！怎么感觉有点母汤？听起来有十八。你怎么又在插东西了？不要再插了。大魔王，大魔王真的好恐怖哦！你在大魔后面吗？大魔王太恐怖了，这好难哦！那可是他自信的杰作呢！大魔王好恐怖哦！我上面还多一格，那个你一定用过。大魔王好恐怖哦！好惨啊！一回来就承受这种压力耶。对啊，你一定看过，你一定看过。嗯，什么东西啊？你不要再逼秋风了，你在可怜哦。秋风好可怜，就在你后面了。感谢小鸡点。上次他为了你还盖了那个地方。好惨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观众，你们有人看得出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你要靠观众求救！观众，你们看得出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哎、欸，我也要跟观众求救一下，求救！我要跟观众求救，救命啊！你不能求救啊，观众就知道了，观众什么都知道了。感觉这个，我们要把它调正那就做个效果吧，不可能让它脏下去。观众都讲了一堆母汤的东西啊！哦天哪、啊，我觉得我要制造敌人呢，怎么办？这摇鱼到底是什么鬼？哦，东西竟然在这边，害我还要自己拿。什么？嗯。哎、欸，对、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在想会不会到后面突然有个统计数据，说每个人按了几次要多久，我现在有点不敢按欸。他不会，应该不会像阴人吧？说不定就更新有了。现在看都没事，然后就最后面突然有个统计，我赶快跑，我不要按了几次要多久？这样有什么差吗？这样什么差吗？好吧，随便打，我就随便打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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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坏掉一个了。他好高兴哦！哎，就他一扔到什么脏东西，他超高兴的。没有脏东西啊，那就是你啊。在我后面是谁？巧克力啊！对啊，你加油！什么？你不要乱猜、欸！我没有乱猜，这个我很努力了。观众会觉得说我真的哇，这个歪的人，这个把它弄回导正，真的是厉害。这个歪的，啊，导正就好，导正就好。我把它导正哦，导正哦。嗯。嗯，这两边怎么有个对称的方块？这有什么特殊含义吗？好像少几个字的感觉。秋风，你还行吗？他已经把秋风的家不见了。这讯息移动。我好，还在吗？好啦好啦，不管了啦，这样啊，咬你自己保重啊。什么咬我自己保重？哎、欸，哎、欸，等一下，怎么突然变那么，怎么突然变那么正常的东西啊？我怎么突然变那么正常？哎、欸，等一下，我拿错题目了哦，这个太正常了哈、哦。这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啊？你这样的树立敌人不行啊！加油，靠你导正的。我会把你诠释的很完美。哦，真的吗？对，很完美的树立敌人。这是什么东西？我不哎、欸，那是观众，那是观众想的，我要全部推给观众。没有没有没有，太正常，我不会盖，怎么办啊？你认同他们，所以你弄了那样的答案。等一下，这是什么啊？这我来盖我。好好，都要盖，都要盖，难得有发挥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这怎么盖啊？这什么东东啊？这条纹很大、啊，头问号，黑人问号。我盖完了，真的還假的、啊？太快了，太快了！我还在思考的时候你就盖完了，我还在思考人生哎、欸，完了！我今天都拿到可以素材库做完的题目啊！我还在思考人生的时候你就做完了，不能这样，要把那个素材库的东西放大盖出来。对啊，盖出来很恶心哎、欸。你看我盖的这么用心，屁、啊！这个屁好用力哦，有魄力！我要发出我尖锐的怒吼！应该就是这样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有哈欠，你很好盖，可是盖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在盖什么。我没有把这拆的东西就这样子，哎，不然一敲掉了。重盖什么东西？我就掉一颗而已。这样变得有点长哎、欸，好像太长了。算了。看这画面好恶心哦。这个要怎么拆呀、啊？这个字数。先这样。嗯。他拆的中文也很奇怪啊。所以重点是后面最后三个字啊，有那个啊，要什么搞头？哦，好恶心的画面哦，不要看了。你看到法师台哦？不是，等一下法师就知道了。你看到法师台哦？这句话好贱哦！我知道你住哪里。好了好了，盖完了盖完了啦！照片超大台的、欸，超大牌，超大型，应该这样讲。圈呢？完蛋了完蛋了，会变超级大的。我们打算盖那么大？
算了，不干我事。可以啦，OK 啦，我觉得很棒。就这样啊，那前面三个是多余的哇，所以就是盖后面这三个经典神作，主要就是盖后面这三个。哎，这好高兴哦！烦哦，好烦哦！因为一个人在高兴，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太好动的，是没错。浅显易懂，哇，没错。所以米菲一直出难题给我。没有了，下题很简单，下题真的很简单，我已经想尽我方法。没有没有，米菲你别再说了，米菲你别再说了。真的啦，为什么不相信我？因为我们相信你太多次了。我怎么我觉得我每一题目越打越长啊？我们每一次都受伤害啊，米菲，不要再给我们希望了。你不要再害秋风了啦，遭殃的。你就直接说你这次盖的不是很好，希望秋风可以见谅。加油！对对对，这样就对了。哎，好笑了。对，我要继续点。我也不知道这题是什么。又在玩要多久了？不敢不敢，先弄起来再说。我需要。我需要钱。那個、我也需要钱。啊，那个在哪里呀、啊？欸、啊，我觉得这一题的中文就很奇怪，随便啦，随便啦。他那个，这游戏怎么都找到出家具啊？出什么？家具？家具？你盖都可以盖出来了，只是需要盖比较大而已啊。这样太好累哦。有什么是你盖不出来的？蛮多的。蛮多都盖不出来的。我刚刚猜的应该不需要盖家具吧？不是、啊，就是内部。哦，对。哎、欸，为什么？忘记有这种东西在了。你可以用楼梯呀、啊。好烦哦。欸、等一下，这有点，等一下这太大了，尴尬死了。我，现在把他瘦身来得及吗？算了，我们把他弄乖好了。嗯这样子好了。我要多奖、欸？不对，下一题是什么菜？我可以啊。要多久？要多久？别再擦玻璃了，按一下确定呢、啊？你按了。对不起。我的被清除了啊！我刚放的东西被清除了，太久了。对，我要重放的。啊，你放掉落物的那个会被清掉哦。不是不是，我是放活的。哇、嗯哦，活的？对。活的为什么被清掉？我看了，不知道啊。是去年的事吗？我重放的。啊，是不是去年呢、欸？我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盖太久了啦，搞什么鬼？哎呀，按一下确定嘛！我已经懒动了。不管他是不是，我就。其实我先发个不自杀声明。不自杀。我好像应该发一下。我要先说，这是姚的主意，不是我出的。没有。先把锅推给别人。我还不想死，所以我诠释的很完美。
哦，对，等一下，不管是谁，等一下。没，还有两个人啊，你也慢慢来。我就怕他们一起，然后就下去了。算了，为什么道具不能染色？对啊，为什么道具不能染色？算了，我就本身就很有问题啊。我觉得应该不久之后就可以了，只有皮革能染色实在不够，对不对？对的。你想要什么东西染色？没有，武器类不行。我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染色，好吗？什么都可以染色，最好有出油漆系统，可以随便漆在墙壁上。太花了啊！墙壁可以，工具类不行。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不过吧，不是我把它放。没有想听，你赶快按下去就对了，好不好？哈吉狗，哈吉狗，把它弄回来，我怕我被杀掉。好了，可以了。这个是逃生用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盖这么精致？一定要让我好难过。我准备去做死亡了。干什么啦？等一下，这也太恶心了吧！小妹，你干什么、啊？你在干什么？我又不会。不是题目，这不是我出的。那你为什么用我？为什么会有个奇怪的东西插这个东西里面、啊？这是什么？我从来不会抽啊。什么东西呀、啊？这是什么？这有没有问题呀、啊？你自己就自己，为什么要害别人？题目是这样的，不该我的是真的。强烈的谴责，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要承认，还诬赖到别人身上，这没有问题吗？他们超生气的，怎么办？这没有问题吗？这就是诬赖啊！我觉得这可以告吧，大家可以告吧。彻底的诬赖啊！超生气耶，怎么办？我觉得是我害的耶。因为真正有问题的是米菲，他18进台耶。完蛋了。为什么啦？月亮比较好联想。嗯？啊？要这样子，非常强烈的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谴责。我觉得看这个东西，我会越想越歪，还是不要看。各种坏啊，坏的是他自己啊。谴责。急什么东西？急他。谴责。等一下，到底是出题的人的问题，还是盖的人的问题？谴责。我觉得大家都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去查一下那个台中律师出手。哎呀。不懂这什么？不行，我觉得他等一下真的算到我身上了。哎，那个，我要讲什么？算了。怎么会有？讲完啦、啊。忘了吧。哦，我觉得完蛋，这题完是不是就要看大家的那个了？对。好，你就准备好。你现在先你们力求这个公正、公民、透明的这个选举过程。我先有点抵制这种抹黑制度。那要要求验票啊，400万，没有不验，直接告。实况上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告起来，人家都这样做了，为什么不能？哦，好了，我只是把他做的事情讲出来。不行，我觉得我先观众说要帮忙介绍吗？这是公然侮辱啊！哦天哪！要不要先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出题无效。好了，要求出题无效。哦，有够难的。好了，按下去了，不想猜了。我先准备跑好了，我先准备关台了。你现在先爬好。我也先准备跑好了。逃生。得罪太多人了，完蛋了。要多久？要多久？他还是他现在是绕跑了，他绕跑了。哎呦，结束了，结束了。我现在该做什么？哎，我的东西不见了。第一个，那个是黑的，坏掉。哎，这个也太 OK， 这也太好像可以，可是好很简单。对不起，这是我盖的。有点太直接了。哎，你好厉害啊！还有这个洋红色的，
这太好了吧？食物坏掉有没有？盖得多简洁啊！食物臭酸，这可以差不多吧？臭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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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以的。臭酸就是坏掉嘛？这是大便吧？哎，好恶心哦！蛋糕坏掉，蛋糕。哎呦，这个不喜欢。那个虫上面怎么名字啊？嗯，虫。哎，老师我从上面有名字哦，有名字哎，哇，哎，这太邪恶了，蛋糕坏掉还长虫，哇，这个虫真的是，太可怕了，哎，真的好恶心哦，哎，我会增值啊，哎，虫怎么不见了？马上简单化，哎，马上由你自己来盖啊，哎，这个，哇塞，这个超简化哎。其实原本还有中介满，可是不知道从他会随时逃走。哇，你们你们太大了，你们互相抠鼻是不是？看我这么认真的把蛋糕盖出来，有啊，我们蛋糕本身真的把蛋糕再盖出来了。我们没有想要知道什么？你的玻璃心，法师，你的玻璃心坏掉了？怎么？你的玻璃心坏掉了？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很难过哎、欸，不能，你的玻璃是什么物品？你的心还歪一边。哎，等一下，可以帮我穿个衣服吗？你们题目。我的，我的玻璃心。哎，特师兄，你看，这一句有问题呀、啊！玻璃心长脐带，头上长粉红角，坏掉了。你只要三个字就好，为什么要把它无限延长？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盖的，盖的太奇怪了。你看有脐带吗？对不对？还有粉红角，有问题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好了，就你看这什么东西？头上长粉红角，那是你理解有问题吗？笑死去。那个也是要三个字就好了，就无限延伸。阿静，这个我也看不懂你的题目啊！我已经把它掰成正常的题目了，长了一根皮肤色钥匙的钥匙圈，那不就是钥匙圈吗？是钥匙圈。哎，怎么办？屁孩，我觉得你的玻璃心真的碎了、欸。等一下。他们明明就是玻璃心钥匙圈，肤色的钥匙圈。有，我有穿上玻璃心跟钥匙。这个罗长，玻璃心钥匙圈，这个要猜多长啊？等一下，等一下，打开玻璃心的钥匙，哎呦，这好像是某个手机游戏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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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游戏有这样夸张哦？他的角色还有那个西瓜服装，我在玩哦，这不太好，这也不太好。每个人都有猜到关键字，偏偏还要再加长。法师，法师，你的玻璃心都长这样？你的玻璃心长脐带，好不好？我觉得他玻璃心真的要碎了。哎呀，真的喜欢的游戏女角的手办，我尽力把它变成女性了。手办是什么？手办是什么？手办是类似那个叫什么公仔吧？对，就是公仔那种。我为什么喜欢女角？喜欢女角长这样哦、喔！反正你喜欢的女角长这样吗？你怕长这样吗？没有，你就把它想成是坏掉后的样子好了啦。所以他会流鼻涕。跟我会跟我玩游戏会穿的女角好像、喔。女角会流鼻涕。哈哈哈！哎，女人抽烟，坏掉了。OK。哎、欸，等一下，快跟黑女人道歉！很有种族歧视的感觉，快跟黑女人，我觉得这个不行哦。黑女人抽烟坏掉，对不起，小豆也在笑。黑女人抽烟坏掉了。哎、欸，等一下，这个好像哦。我觉得我要先跑了。等一下，黑女人抽烟，我先跑了。为什么知道是女人？是前面这两颗？前面有两颗。有，哎、欸，真的有、欸，哎。Excuse me， 心结了，心结了，我觉得 ，Excuse me， 这请问在哪里看我？你们怎么？请问我何时？你何时看过我抽烟了？这是不是人身攻击？是不是抹黑？告抓告他！在此声明，一辈子都不抽烟的。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你不抽，好不好？你为什么黑色就是巧克力？抓！看下一个盖头。
哎、欸，还故意只秃头哎、欸，头发坏掉啊，头发坏掉。所以还要告诉你，我是无辜的，我是抽烟抽到头发坏掉，你先冒烟好不好？我是无辜的，oh、可能换成棒棒糖可以。抽烟是不良行为，请尊重，请勿模仿哦。换棒棒糖。你不要逼我们用封面好不好？这样不好。们全部都告。你们才抽烟，你们自己才抽到秃头，自己抽烟抽到头发秃掉，还是为别人秃。这么好的坏掉，怨念超深哎、欸，怨念好深，好好笑、喔，完全是抹黑啊！对不起，我先离开，我就离开了。吃到坏掉的食物超难过。哎、欸，你跟米菲有什么差别吗？撞皮要摔皮哦，要把食物摔掉。没有，我是吃到，他没有吃到。有吃啊，这个有吃。嗯。有一片，才三个字，吓坏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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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像洋芋片，那盖子完全没有想到看，这个是洋芋片呢、欸，累死，这累死，累死，我以为是箱子哎、欸。我也是勒五哎，不能写字啦。我也是勒五，你知不知道？我想说勒五干嘛？勒五，勒。哎，这个对，这个题目超长的，没熟，有够难盖的。马铃薯没熟啊，有马铃薯没熟的。米杯坏掉了，还有猪排哎、欸，为什么会放猪排？因为长得烤熟吧，长得像洋芋片。屁呀、啊！我想说这个是箱子坏掉，说这个是箱子。为什么里面有马铃薯、烤马铃薯跟猪排呢？因为都很像洋芋片啊。你好好的放马铃薯。我以为是勒五哎、欸。是到底想表达什么？这是箱子、啊。怎么回事？箱子。没有东西。你自己看秋风的题目超难改啊！你根本没有猪排。里面有猪排没什么？有马铃薯，有猪排，有什么盖什么。对啊，真的是米杯有什么盖什么、啊，坏掉的米杯啊！哎、欸，其实你跟前面个刚刚类似那一题也盖的差不多啊。那我觉得猜的就很棒啊。箱子破掉，米杯在旁边擦玻璃。他自己已经在猜的时候看着这个头，然后就有那个配乐自动出来了。米杯在擦玻璃，有声音是不是？有声音。你被旁边擦玻璃，这是什么？粉饰坏掉，一直叫矿矿主穿其他的衣服，所以这是奇怪的衣服哦。这是奇怪的衣服哦，这衣服还不够奇怪吗？那旁边这个是哦，这个是你的粉丝哦，粉丝阿纪的粉丝啊，西瓜丝哦，小西瓜，对不起，对不起，不行。哎，所以阿纪的粉丝应该叫丝瓜才对喽，丝瓜。所以扣烟不 lag， 你认为哈基的粉丝都是怪物喽？我想说，我只有找到一个半头，还有周杰。哦，口雅，赞的赞的赞的，这好像西瓜哦，丝瓜，这是什么啊？什么？长了西瓜头的怪物？没错、啊。这才是封面，什么怪物啊？西瓜怪物原来是这个，长个丝瓜头的怪物，没东西，西瓜怪物背上还长骨刺，为什么变骨刺？这什么怪物？哇，这怪物好可怕！你们这样不行。而且你的粉丝头长这样。我觉得这个不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蓝色西瓜头啊！背上长骨刺啊！你看，你看，瑶有猜出来。对啊，我有猜出来啊！我觉得这样不行。你们可以跟巧克力去找那个法律诉讼。一直猜，一起猜告，一起告，一起告，何方妖孽，束手就擒。哦，这在路上看到我就知道，那他去找你了。我嘴巴好酸哦。
好累。这是什么？球棒？哎、欸，这很简单哎、欸，这很简单哎、欸。球棒坏掉了。哦，太直接了。法师。那什么？法师。啊？被你害死了。啊？我也完美的猜啊！哎、啊，我知道了。棒球棒坏掉，对不对？一粒球，两粒球被一根球棒。我觉得这不 OK。没有，他有啊，两颗，因为我拍一颗，可能是两颗球坏掉啊。哦，因为一拳得打的话，球会不见，所以我们要备用一颗球。对，不是，我很努力要把它抢回来，可是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这个只有箱子。有可能想把它弄脏，我很努力想把它抢正。那你放在那个完了啦，我知道这一题题目什么，我想说球棒根本没有这一题啊。反正你是偏要，哦，又不是我用快，这不是我的，这个就是你盖太快的那一题。一拳一拳你偏要，对，我偏要。筷子上的两个，我很努力要把它调正，你知道吗？球棒球棒嘞，不是啊，两粒供完就算了，米飞盖什么东西啦？哦，米飞怎么了？米飞。又写字，这么多什么？哎、欸，旁边写个 Sam， 为什么？米菲才是真正有问题的人。米菲可以解释一下吗？这是什么？没有鱼。等一下，供完就供完，为什么要？供完汤里面什么时候有那么多鱼的？供完汤跟鱼丸汤不是同一个东西。啊、不是，那你这里又是什么东西，米菲？我就觉得他有问题呗。为什么？你不要看我，我怕他看不懂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要盖人？那这个人下面为什么有这些东西？为什么控完？你这控完有什么偏见吗？你控完掉了，这掉了为什么有人？球棒！什么？看到什么？球棒超长哎、欸！不是，你们筷子上的两颗跟完掉了，那这个人为什么下面有这个东西？我就是我猜的呗。你看他膀胱坏掉，尿尿有结石，结石拿去喂鱼，可能是粉红脚进入大脑，所以脑子坏掉了。很好，所以我说你米飞，你为什么会这样干？他已经很摆明的想盖这个东西出来。为什么你公文汤里面有活鱼？哎、欸，厉害，厉害！嗯，当哦，这么厉害的公文汤可以介绍一下吗？哎、欸，等一下，这题题目是最短的，猜出来是最长的。球棒两个字。哇！哇！你们都被编台。奇怪，为什么睾丸跟这里有什么关系？两个字变成二十九个字，可以飞起来。你害我们被编台是不是？这个赶快，这个我出的，我出的。车子路上抛锚，很难过、啊，没错、哦。看到车子就想说，哎、欸，可能是秋风。对我、嗯，因为我们都没开车，然后都在头晕。车子在路上抛锚最痛苦了。汽车坏掉，对、哦、啊，可以啦，这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嗯。忠实呈现，这是什么？汽车没有，坏掉啦，长成慢啦，我觉得会歪啊，我以为这是死侍来吼，红色跑车哇，我秋风有红色跑车啊，秋风开的是红色跑车啊，跟你讲，哪有这是死侍吧？你不要骗我了，红色跑车啊，红色跑车，哦，怎么盖这么大一个？红色车是厢型车吧？二零一公车吧，公车了。这什么东西？二零一七一二五是什么？啊？这个啊，里面有斧头。没？等我红色斧头列车。里面有斧头。那个那个啊？那个为什么里面有斧头啊，法师？法师，这是车子翻过来了嘛？然后里面的很危险，就是要把那个窗户打破嘛。窗户。哦，破窗户哦，就是要逃命用的隔离。哦，逃命用的那个哦，那米飞为什么会这样猜呢？米飞可以解释一下吗？你都不打算解释是不是？他假断线，他骗了是不是？假断线，假断线，假断线，搞了。假断线，没了啦，没得笑，笑死，笑死！今天这个好累，我干嘛？在干嘛？等一下，我好热哦。我觉得球棒猜到什么尿尿有结石的场景，谁来的啦？
大魔王果然不是盖的，笑点担当就交给你了。你们好可怕哦！等一下，我现在手就麻到动不了滑鼠。哎，我也是，哎，我也是手麻到有点不能动滑鼠，哎，要重开，重开。等一下，在米菲后面的自己加油。哎、欸，我盖的很有意境，哎，我刚还说那是暗喻。快点，秋风再来一次。所以，哦，米菲讲了，那请问那个贡丸汤里面为什么会有活鱼呢？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弄死啊。我怎么把它弄死？你就不要放嘛！吃鱼啊！你贡丸汤里面为什么会有鱼？贡丸汤里面怎么会有？不会有鱼吗？我吃的怎么有鱼？那就鱼丸汤吧，还是鱼丸汤才有鱼吧？还是小鱼干、啊？等一下，哪里的啊？暗喻。我好想在。所以你去奶新竹贡丸，你都以为是那个贡丸就对了。我以为是那个鱼，哎，这好像是贡丸嘞。秋风，快点再对米菲怒吼一次，我想听。对不起，我已经没这个心思了，我不知道吼什么了，太恐怖了。哦，笑死！要不老把塞。我可以进来的。就个秋吧。可以登了，可以登了。好恐怖哦！不行，我就要吃点。好恐怖哦！贡丸和鱼丸分不清楚，有没有？连搞什么都分不清楚。对啊，你问蚁人为什么下面有那个啊？哪里啊？对啊，你三个丸分不清楚哎、欸，对不对？鱼共搞分不清楚。太恐怖了。哎，记得去这边加入游戏哦。题目哪里？我笑到全身好麻，全身麻兮兮，眼睛起雾了。哦，哎，屁孩，你怎么没有说全身麻兮兮？我已经动不了了，你知道吗？来加入游戏，加入游戏。所以我们这是要什么题目？对，要什么题目？要什么题目？哎，工具出来了，有人临限时暂停，哎，刚刚就可以用哎，结果好像没有人帮我暂停，嗯、因为我们没有需要暂停，我们没有强制传送，也是啊，我的观众都在说什么？哎，不好意思，我按下去了，啊，题目来，题目，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也可以讲，你好，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告一个人的理由。哎呦，好像大魔王不在我身边了。哎、欸，啊，大魔王谁？大魔王好像在大魔王身边。哎、欸，我旁边都没有大魔王，可以。啊，热啦！我们是哈基耶。大魔王身边。哦，完全。二号做给三号猜吗？我惨了啊！啊，所以我是一号。哎、欸，那我还好，我没事啊。怎么看号啊？按 tab 哦，想起来了，不是想起来了，哦，对，哦，好了，所以怎么告一个人？怎么告一个人？怎么告一个人？什么事情会让你想告一个人？哎呦，哎呦，诽谤我抽烟，那会等牌都是诽谤。哦，这应该不会又变脏了吧？嗯。不是，所以题目是什么？想告一个人理由还是什么？真的吗？真的要出这种？感觉超难干。对啊，那很难啊。那可能等一下就歪了。马上歪，然后就变简化。两个球棒，两个字都可以。对啊，球棒拆到16个字，超猛哎、欸！真的吗？要集人的100种理由。极人哦，题目是那感觉连大魔王都能盖好的，很难盖哎。对啊，我觉得这好难想哦，这个有故事的感觉，我要盖出那种。你要盖出什么有故事的感觉？是不是很难呢、欸？我这边观众有提说、哦，怎么样选举可以让选举无效？这怎么想不到啊？不可能的，想不到呀、啊！他们好时事哦。没有那个有专业的，你们可以去问他，他只能在落实了。对啊。我申请选举无效之诉，有没有很像冷诉的一种？反正最近有什么时事可以想哦。嘿，你说那个时事就是刚刚说的，还有没有？那个普悠玛，
你不能盖啊，那个也太久啦，直视哦，真的想不到，就真的要急人的一百种理由咯，超能盖，你们可以的。2020年冬奥的运动项目，我怕那几人的一百种理由，我们所盖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成为被告的素材。我刚才都拿这个原因来告，就拿这个有影片存证拿去告，对，真的就告起来。我们不要这么互相伤害啊！哦，好笑哦。这好像什么实况组有心结，好像有点像。收到怎样的选举小物会最开心？上学的方法，冬天保暖的方法，走路工500块。收到什么东西最开心啊？选举小物，走路工500块啊？没有，那个就犯法啦。选举小物。或是送怎样的选举小物最棒啊？选举小物要30元以内才不违法。送什么样的？这是真的？真的要这个、哦？真的吗？选举小物、看你们。你领过什么最有趣的选举小物吗？没有领过的怎么办？没有，这样好狭隘哦。不是、啊、你想要收到什么比较好？你想要收到什么好了？好啊。可是要30块以内，是不是？对。为什么要30块以内？因为超过30块叫贿选。对。选举有那个选罢法规定。好啊。令人满意的选举小物。可以自创，可以自己想。真的吗？题目就叫令人满意的选举小物，是不是？对啊。哎、欸，说不定改天有没有人家选举，就真的哪个立委看到了就用我们的了。30块哦，30块，替大家谋福。30块好难哦、喔，现在随便就超过30块啦。对啊，我好的啊，我知道了，我会了，我会了。刚刚昨天有一个东西30块，可以。啊？真的，他真的30块。绿茶微糖微冰哦，绿茶微糖微冰。那也太贵了吧？蜂蜜柠檬有超过30块吗？有啊，一定有啊。我昨天真的这个东西30块，我要把它讲上去。啊？那、欸、是昨天吗？还是前天啊？不重要，没有人想知道，好不好？哦耶！30块，这能收到什么？不错啊，这又简单，对不对？这比较简单。这个真的超棒的，我超喜欢。我可以趁机偷偷去厕所。可以，一根香烟。一根30块？不对，讲错了。啊，反正30块以内都可以啊，以内都可以啊。它一包几块钱啊？100多，然后有几根？好了，我想好了，太棒了，就这个啊，这个最好了、哦，这是我今年收过最棒的选举小物了。我觉得卫生纸太笼统了，而且这个已经有了。其实蜂蜜柠檬有没有超过30块的了，只不过那可能就不是纯的了。够管他。我有点想出那个。我家那边。应该说是我学校那边有、啊、那个自动笔啊，刚好30块，刚好30块，不晓得可不可以哦、喔？可以，那个只要去工厂买，一定最便宜，一定超没超过30块。真的很会，30块。我后面是谁？巧克力吗？啊，忘记按了。你是在我后面。欸、哦，所以是摇哦，摇可以的。应该是。哇，怎么办？想不到啊！欸、对，又是那种东西。想不到，我怕会脏掉哎、欸，这个不会，这个应该不会，这个也脏吧？哎、欸，这个有人出题出的好棒哦，改那个。我觉得我出的很棒，我自己佩服我自己，有没有？我觉得我出的很实用，自己佩服我自己。30块应该没道理脏变脏吧？我觉得。等一下。不行啊，我觉得出那个今天有女生在啊。没有，今天没有女生啊。你要出什么？送贡丸2颗是不是？关东煮一串贡丸。那个是有问题的，你担心这个？贡丸2颗、啊，真的吗？我跟你讲，这有问题，是女生盖的，这样你放心了吧？对啊，你是不是想说？你选的指谁？不一定啊。谁搭枪就指谁。女人的斗争好可怕、啊。你。
好啦，出这个啦，出这个，不要害大家那个啦。跟我原本的类似。好难哦，等一下我想一下。过。欸，我觉得这真的可以合作起来。为什么没有猪肝啊？可以去申请啊，请工厂制造，只要工厂成本不超过30块，其实都可以送欸。这绝对过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没有，当选了，当选了，送这一定当选。正常，都是你们收过的东西。我不要，我观众叫我出那个，然后说什么，我就多一个被告的理由了。你还会选？不要，不要，不要，宁死不屈，违反选罢法。嗯，不要了。没有当选不提选举无效，没当选才要。他们说这个是合家观赏的，所以我不要害他们。呀，安娜，帮我选一个要加还是不要加？加好了，好加啊，好，加钱加钱，我要加钱了、啊，所以我等一下要把我的意面拿去加沙茶。啊？你希望收到意面哦？当然不是，意面早都差不多30块了。哎，没有哎、欸，没有啦，一包没有煮的、啊，没煮的、啊，原来是你们没煮、喔，你不自己煮哦、喔？对，你不会自己煮哦、喔？我已经煮好了、欸，煮好要加工钱啊？自己要多久？想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会想到，会想到。哦，原来你刚这么安静，是你很认真在想哦、喔。嗯，因为一般西瓜没有那30块买得到啊，那就一片西瓜。我知道了，西瓜籽。大家去种。对不起，我想歪了。西瓜籽还不错啊。为什么？西瓜籽你想歪了，你脏脏。歪了。阿基坏掉了。脏脏。坏掉是在上一题哦。盖完之后就坏掉了。欸，西瓜汁啊，瓜汁啊，对不起，是我想歪了，瓜汁又一个脏脏出现了，怎么是啊，我听不懂啊，有人说西瓜汁谁要，西瓜汁上面有没有包装就写着种出我们美好的未来、嗯、你要说吃进去肚脐可以长出西瓜啊，好了，快点啊，西瓜！西瓜，西瓜，快点吧，西瓜！不要再讲西瓜了，好可怜。哎、欸，有了，什么？哎、欸，哦，哦，哎、欸，我你是什么啦？我竟然是没问题吗？猜摇盖摇的，没问题啊，球猫，很棒吧，巧克力？这什么东西啊？好神秘的东西、啊、我是盖到这个家伙来吗？可是这个家伙，可是这个要很小，怎么办？难题，真的是难题耶！这个要怎么？感觉好难哦、喔。我要盖出内容物吗？可是外面的东西太难盖了。要怎么让大家觉得它是很小的，30块的？哎、欸，我是盖 Koya Black， 哎 ，Koya Black， 对。哦，所以是往上哦，我的电力盖外面了，是这样子吗？所以我盖东西给皮米。嘿嘿，什么？你那个物品有限制是什么？那个形状，你不要盖贡丸就好了。很小，弄出很小。哦、我应该要那个学习米菲盖盖东西的精神，对不对？你要盖粉红色生物吗？可是包装怎么盖有这个问题？我想一下哦，这是 CD 啊，是另外一种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可是这个应该超过30块了，我怕盖掉的东西会歪掉哎、欸。我根本不知道法师出的这题是什么东西。字面意思啊？地名吗？好累哦，为什么要盖的这么累啊？我出的就字面玩意儿。它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啊？放在一起可以吗？不是你们，我东西有看过吗？加号，那个是加在一起的东西啊。那是放在一起的嘛？你好生气哦！
你怎么吃鸡啊？我真的没有吃过。鸡夫妇哎，那你总该看过后面的吧？好气哦，他怎么那么气啊？那你前面的也看过了吗？前面的。那我怎么加放在一起就不对了？你好生气、哦，我没有吃过。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起争议呢？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啊、来看看要怎么。等一下，我这个在。那我要干什么？好了好了，我忘记我要干嘛了。好好好，不管哦，是啊，不能怪我啊，出题的太过机车啦，笑成这样，太过机车，还好吧？可以偷懒吗？我怎么可以出那个句子？太过机车，用旗子吗？这个嘞，这个不会。我也不会，那个锯齿状到底怎么弄出来的、啊？可不可以改个教学？啊？锯齿教学？什么锯齿模型？你说旗帜吗？对啊。忘记怎么弄了。四六八，然后旗帜放五。四六八，四六八，五。应该是吧？啊？不要擦玻璃，你小声音啊！擦玻璃的声音，你不要被偷偷擦玻璃，还故意擦的很小声这样子哦，故意擦的很小声，轻轻擦，能六，我先你这样看看，对。很累啊，是。装饰一下，八哦，今天妹妹偷懒风格，有一组就是这样。咦，我后面是哈记吗？嗯，对，这什么进度啊？那这样我不该对称，你应该不行。等一下我在干嘛？啊有人看得懂吗？好了，我觉得只盖那个东西，根本不用后面这个东西，他们应该也懂啦。好了，我要按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不了，谁受不了了？谁？拜托你多盖一点，可不可以？完了。对。要多久？30块而已。不行，这个大失败。30块，我的痛苦。30块，你们怎么都知道？30块。好。我要跟我下一个人说对不起了，那是我，那肯定。哎、欸，那没差，你刚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是他就没关系了，太简略了。这一场顺序是不是刚好反过来？这样可以报仇哎、欸。对呀、啊，也没有这么刚好啊。哦，这样有搞头。我的豆花要多久？不行，这啊没差，我反正那个也没有30块。谁在按的、啊？我都看到豆花，我看到豆花闪过去了。我有看到，是我太累了吗？豆花太累了，你累了，真的。那我觉得我这个盖的超烂的。哦，法师就剩你了，快了，要多久？要多久？你整个都发呆了。这个，等一下，还要等啊？都在跑马灯了。你知不知道离下一次选举也没有多久了？就2年后了。没有到2年呢、欸，才十几十个月而已。
大概一年多一点点而已。我要给他制造难度。哎、欸。什么时候才有电子化投票？不可能啊！啊，我知道，国外都有啊。那就给他穿。因为我们不是国外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因为我们在台湾。我敢断言，二十年内不会有、啊。不会被害啊！二十年内不会有。不会被害啊！因为我们在台湾。二十年的大木博士。什么大木博士、啊？大木。等一下哦。继续点点告示牌，有没有无声的抗议？这个变出来就这个变出来就行。无声的抗议，不是啊，其他人都已经好了，就你这个醉酒一定有问题。他干出来的都还蛮法师盖的无效，无效。我这蛮很正常啊，东西很正常。给你啊，是不是豆花特别难盖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管了啊！哎、欸，等一下，哦，没事，对啊，不是你这是什么东西？哎、啊，小峰，你这个是我猜米杯啊、欸！我原本也想要输这个的，哎呦，你们差点撞题了，这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差点哦，一模一样哦，想办法意会吧。哇，天哪，这个好难猜哦。这是什么、啊？你自己想办法意会吧。你这个人也有特别特质某个人吗？我是没想啊，不过你要换我是没意见了、啊。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他这是特指某个人，可是他应该是在外面，不在这里啊。这个是那个吗？那个三十块吗？是这个吗？那个三十块。头的朝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是没有，谁叫三十块？哎、欸，我第一次看不懂哎、欸，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好神秘哦、喔。你这个吗？那个超过30块了吧？我年轻人想要的都是这个啊，还是什么？这什么鬼？应该就这样了吧？我不知道是什么。老实讲，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可以啊。我觉得那个东西一定超过30块，可是我是这样的话，绝对没有30块。知道了。加油！超过了吧？这个超过了。等下告他贿选。觉得超过了就告他。有忘按？哎、欸，对，有可能，哎、欸，对，有可能是那东西。那东西？我说有可能是那个东西耶。嗯。Yeah。鱼丸汤。脏。啊，这应该就比较。为什么有鱼丸汤？这边有活鱼哦，还很多条。有活鱼。活鱼应该超过30块吧？超过30块。怎样？不拉鱼哦。一只的那种，一只哦、喔，一只哦、喔，一只一只哦、喔，一只，满手腥味，好恐怖，好恐怖哦！他接按按钮，哦，我按，好，哎呦，发出一段什么东西？哇，欸、这好酷哦、喔！不对吧？这个绝对超过吧？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有人在猜题方向错误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意外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东西好眼熟，可是我想要怎么表达它、欸？哎，屁嘞，这绝对超过啊！我觉得心好累哦。可以告了，可以告了，告起来！绝对超过啦，那就告起来。那我们就简单一点，就那个就好。怎么？我的，我好痛苦啊！哇！哦，我先准备好旁边。这个然后先放一个预备用的，免得整个猜不出来。这个是猜不出来的，刚刚好。可是我怕，是我想盖的东东。天哪，我觉得米菲这个真的很厉害。没感觉，懂啊？哎，我真的是按照，我真的是按照哈基盖的猜。我的天哪、啊！真的是按照哈基盖的猜。哈哈哈哈哈！哎，你奶奶！
为什么？哇，我怕那个、欸。要告了是不是、啊，要告了吗？那是不同的成分。啊，不然多一根的，又多一根。哎、欸，谁啦？不要那边多一根好不好？等下多一根能不能捐出来？然后去看医生啊！多一根捐出来不行啊！这个有办法捐吗？去看医生啊！就是你想想嘛，有些人可能哪个器官，去看医生，什么肝啊，什么元。皮啊什么的那些都可以捐，多一根啊，那个多出来的可以捐吗？可以不要讨论这个吗？他捐的能用吗？可以、啊，真的会有人多吗？多那个没人要啦。我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啊、有人多就会有人少、哦、吧？到底想讲什么啦？到底想讲什么啦？就像是不会啊，想想可能。平均一人一个啊，怎么会有人多一个？那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少。这种事情也可以用平均这样去算的。就你弟嘛，要不要？你才是谁？啊？又有水果？水管。会吗？应该不。会了 啊, 啊，这东西大量制作就可以压低成本，我就用另外一种办法。拜托，高丽菜大量制作压低成本，还不是被告了？现在已经不是已经可高丽菜，我怎么那有间隔啊？有吗？偷偷放一个，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应该就有间隔的感觉。送高丽菜，老一辈子一定超爱，真的很会、欸。这绝对超过吧？门槛太高了。只能说，那个乡民对高丽菜的要求特别高哦，你不能随便盖一个圆就说是高丽菜哦。半颗也不行吗？你那个切面横切面要漂亮、哦。哦耶，完美！可是好难放哦。边框吗？对啊，这根本在工伤吧？这个这可以吗？边框加起来好奇怪。哦耶，然后接下来把这个盖起来就行。哦耶！你在讲什么东西？哦耶！哦耶！哦耶！嗯？哦耶！想看这下面要怎么弄？哦耶！哎，不然丢掉了。你好激动、哦！这哎、欸、很有魄力耶。这样子嘞，如果是外面是。看得出来是那个东西吧？我觉得很完美啊！要多久？可是仔细想想，我发现我盖的东西超过30块，完蛋了。然后，虽然它本体是，虽然它本体没有30块啊，可是如果盖成这样子就有30块了，超过。啊呵，然后你都已经说这么明白了，那已经告你了啊！你说的不就说不是题目的问题，是你盖的问题吗？告你啊！不选了，可以急啊，可以急啊！哦，棒！我看这是玻璃，只有片可以染色吗？块也可以啊。那他怎么不给我？他直接就可以拿了。因为他有直接拿了玻璃片，没有直接拿了有色的玻璃块。有，在第一个，有吗？有。好了，不管了，不管了。我觉得，我觉得我盖得很好了。啊啊啊！是我看错格了，难怪。找到了，有了，出现了，出现了。终于找到了。难怪。
好，我按下去哦。我是要凸哦，凸起来，不要凸。完美，完美，希望啊，完美。谁呀？谁啦？你，谢谢哦，谢谢。这都不要有比较像。我希望我下一个能看到我美丽的建筑完成体。我想在给他捣蛋哦。因为我已经在捣蛋了。这个蛋捣下去，欸、就熟了，可以吃了。那蛋一颗就要十块钱哦。蛋好贵哦。乡民对蛋的要求有没有很高、啊？别乱加哦，加了就超过了。香肠很贵哦。我觉得可以。香肠现在涨到一条20超过了。嘟嘟香肠啊。嘟嘟好香肠。这是不是有工商嫌疑啊？我没有说好啊，我说嘟嘟哦。我是说那个小当家嘟嘟啊。他煮香肠。他煮的香肠。煮香肠。我把字赶快按哦，我懒得用什么黑科技哦。再讲，这不要闹，这不要闹。哎呦，我怎么开始回溯了？按下去。哎呦，好了，有了。三小，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救命啊！奇妙哦。哦，真的假的？为什么是这样给啊？不会，这个是什么？哎、欸，一二三四五，很会耶！这有点正常过了头了。这好会哦，很会。这是什么？很会耶！哎、欸，我等一下，我问一下、那個。很会耶，那个会是不是打错字了？很会耶，没有打错，我没看出来。很会。这个是什么意思？周峰真是超会了，最主应该是这个，对，这个绝对超过价钱吧？这也太简单了吧？这种那么简单吗？这可是，我知道了，我不要捣蛋，我不要捣蛋，可以，好，我们捣蛋。别加，叫你别加蛋了，硬要把它弄蛋。说这种东西会开心吗？真的假的、啊？这个也不是你们讲的那个数字吧？哇，秋风送这些，我真的就想要投了。真的哦，那个不是我、啊，那个是前面那个人打的。我只是照实盖出来而已。你盖过来的我都想投。这个以前很好吃，可是现在缩水了。No. 这样子好不好？这个真的太会了。我也不知道这在干什么。我还想倒，再可以配合造势活动，有没有？大家就一起拿出来呀！马上就可以用了，很会啊！哎、不要不要闹，正常一点好，正常一点。刚刚已经都一直想要加蛋，你都想吃蛋，他还要加啥？就是、我蛮喜欢吃蛋的、啊。到底是这个还是那其他的、啊？这盖的数字连数字都盖不好、哦。好气哦、喔！好气哦、喔！抽到我的吗？对呀、啊，对。那你要怪大魔王了。好了，不管了吗？我那巧克力不知道盖什么好了。你不要这样，互相伤害。我才夸你。对。啊！可恶！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等一下看看最后就知道。这超过了啦！也太干脆了吧！你知道，我觉得那个超级嘲讽的，他就是你出题，然后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后面文字刚好配合，发挥你的建筑本领吧。什么东西？直接嘲，太好笑了。What the？
这种东西，不是这个30块够量吗？这会有人要花钱吗？那个，你送人家一千片。巧克力是崩溃边缘吗？现在我能体会，我能体会，应该坏掉了，因为我给他的题目一个字都没有，一个字啊，都不是字啊，什么？这太好了，这到底是要送接受？完蛋了，还是信号差？对，完蛋了，好笑，我看。救命啊！太好笑了。这可以吗？欸、可以、欸。真的粗了，太粗了。等一下，这太粗了。我们再简单一个小屋。嗯。小一点比较好看。这样子哦。好吧，那还是自己来。太粗了、欸。对吧？都被人棒腿了。我再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好看。我再看一下哪一个东西看起来比较好吃。发挥你的建筑本领吧！为什么看起来超级嘲讽？好了好了好了。嘲讽呢？加油啊，巧克力！我可以想象得到秋风打什么，可以想象秋风打了什么。里面应该不会有人看吧？还不是你盖的，你自己在那边。你去叫，你去叫大魔王安分一点好不好？哦，真的是一户害一户哎。就是你啊，大魔王！不行啊，红色的就要罚钱了，红色就超过了，超过30块了。什么红色？可惜，只是有点粗而已，我想办法把它变小。嗯。现在好崩溃哦！反正变不了，算了。巧克力还要再猜一次吗？哎，哎，少一个人，一拳不见了。他断线了，换他断线了。对，不对啦！猜，不对，超凶的，猜，拍杀回，颜色怪怪的，嗯，好像真的怪怪的。遇到大魔王直接放弃治疗，真的哎。如果你整场遇到大魔王，你就你可以学我上一场。这样你说哦哦，打超长的字。哦，最上面是局。哎、欸，不行啊，我下家又是你啊，你又要怪我。率盖越高啦。不怪你，怪谁？好像没有那个噗呲啪啦噼的效果，还是我要用讲？你在讲什么？你刚才什么？什么啪啦噼的？没有。你在讲什么魔法术术语？差不多概念。他是法师啊。哦，对耶。哦耶！突破盲点。为什么要放那个？不要框是不是？不要框就简单啊。啊？可以啊。耶，回来了。扣牙，毫无反应，就只是个，就只是个扣牙，好难哦！天啊，指令没有这个啊，好像没有吧？他只能填特定几样东西而已。发、嗯，哦，好累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笑也笑太开心了吧。刚刚的
远笑得好灿烂。你们等一下看题目就知道为什么巧克力会这样抱怨了。完蛋了，完蛋了！救命啊！我也想哭哎、欸，说真的，太好笑了。我觉得上一题的噩梦完全延续到这一题了，你知道吗？一样的话题耶、欸。你点没？这什么？喂，回来喽！终于回来了。你是不是超过三十块被敲门了？这不是我要的。不是，我是网度直接爆炸。哦，网度直接减线。对。哦，直接减线，直接减线。对啊。这样就好了。如果他猜不出来，那是他的问题啊。哎呦，都是别人的问题喽。对啊，检讨被害人哦。不然我在旁边自己玩。有这个可以玩。我只开这个会不会哈基猜不出来？会，你开了多少他都猜不出来。这法师给我的题目也没什么好开的啊。哎呀，都怪上家就对了，现在都只要怪上家就没事了哦。啊？啊啊啊啊！对啊，意思一下就好啦。这种东西不用弄太多，不可能成真的，莫名其妙。暴怒有没有暴怒？这样不行啊！答对了 ，T。哎，我的天！先放燃料，燃料。哎、欸，你们还没盖好、哦？还没。还没呀。Yeah.我封面都做完了，这么快？太快了吧！这么有效率。还是要多挤啊！啊！我按了，我按了，我按了！我快了，我快了，我快了！我快了突然在放烟火，忽然很安静。对啊，哎，剩哈记 了，好，谁按了？按下去吧。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Toby 0530的建筑。这个30块以内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马上查、哦。这是什么？有，你查你查，应该是30块以内，没错的。我觉得这没有30块以内、欸，25块吗？这个这是怎么弄动？这是什么啊？等一下，摇我们的是3D 空间，不是2D 平面呢、欸。我先猜，我再查。等一下，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你到时候看到那个题目，你也会盖不出来。哦，这真的有三十？这是什么啦？观众，你们看得出来？不会超过吗？这不超過，这个想歪也很难。你要找到价格也不容易。
真的有人出一根香烟？这东西早就超过30块了吧？32啊！这到底？检举，检举！小的，小的嘞，小的嘞！等一下，32。等一下，那就不关我的事啊！那前面，前面。批发价，批发价，成本价，成本价。嘿，你去看看。我、哦、这个有回音耶，好猛哦！你们怎么都没有啊？哦，这指的又是什么意思？或许哦。真的吗？可是我看32哎、欸，我要去真的很远。如果不是那一家的，没有32。这样子嘞。我就直接点订餐订起来看看就知道了啊！等下顺便是不是？顺便试一下，顺便订一下。我知道巧克力在讲什么，我等一下就去买，看是不是真的没有超过。我也想要30，30，30，颜色是对的。我这边没有那个东西。对，我看到网络上30元，官方说的。官方说的嘛，可以吗？好，不装。32哎。没有没有，32那个是新闻，官方30块啊，外送。你这会不会太明显了？好啦好啦，就这样了啦，不知道啦，这什么啦？是第几题啦？最后了，最后了，最后了，没有可以盖了啊！要结束了，终于要结束了。这是恐怖游戏吧？可以看那个了，看大家到底送了什么。我觉得这是恐怖。看大家有没有那么会，很会，超会。送你玻璃心呐、啊！送你玻璃心，玻璃心掉字吗？上面有没有插了一个粉红色那个？那个有，携带钥匙环。哇塞，我们的前后呼应呢。哎、欸，法师，法师哦，啊，忘记按了，睡了，睡着了，我在玩别的东西。你的心，哦，全没了，怎么了？差太多了吗？差太多了。摇洋芋片，洋芋片，我差点要出一样的啦。芋片，不是啊，这个小包的，我觉得可以在路边解饥。外面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热不是品差，没有没有，你们这绝对有小包的，小包很便宜、啊。可是那个小，可是后面盖的不是小包的、欸，都有白白红红的吗？后面的问题。哎、欸，这个是什么？可以啊，大家都有猜对啊。啊？你知道？再看这个，这个是品客吧？我刚才是盖品差，没错、啊。是盖品差，分开送，里面就是东西。哇，我觉得我盖的太细致了。法师，这个30块买得到吗？这个真的可以吗？你不是一定要送一整罐？它要32块，我查过了。你把它拆过来，一瓶品差，品差小包32，米菲说的哦。没有啊，是罐，一小罐。哇哦，哇，太贵了吧？给太细了。哇，这个、欸、这个已经是大罐了吧？只是把它放大而已嘛，这个会被告。哎呦，抓抓，有啦！人家当兵的时候，你知道投贩卖机都有卖这个25块。哦，这么好，当兵还有品客？有啦，真的有啦，25块哦，小桶的就对了。对，我们当兵那时候是25块，对。现在可能不止哦。嗯，何况你根本没当兵，你们根本没当兵。假装加入啊！夸大。小镜子，这太小。这其实现在好像就有了。小镜子哦，今天这是小镜子、哦。这板上这个肉色是手吗、啊？我本来以为是柯南呢、欸。哦，这是谁盖的？柯南。摇。手啊，手啊，很。我一刚开始以为是柯南的瞄准镜呢、欸。掌中放大镜。就是柯南手上那个吧，那个麻醉针那个发射器。对啊，麻醉针发射器有点像。麻醉针。小五郎，小五郎。那个3万块都不一定有。这个掌中镜、啊。
掌中放大镜有没有？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看指纹就对了。原本很想要就是听观众的话，什么照妖镜、看手相都出来了。看手相真的超像的，看手相，我超想这样猜的。你下面放几条红丝线就可以看手相了。放大镜有哎、欸，哇，太阳了，看不出来啊。放大镜烧起来，哦，放大镜烧起来，哎，专、欸、业，哦呦哦呦。我让那个小朋友都可以去玩。对啊，不要就是小朋友也不要乱玩，这个有会出事，有这危险的危险的。我曾经真的把卫生纸整个烧起来过。我有一次就是东西烧完之后，然后开始烧自己的手，请在外面操场玩，请在有家长或者是大人旁边在玩这个，好不好？有家长陪同时，附近不要有易燃物，包括自己。小小吊饰，不是我之前就真的拿放大镜照自己啊、欸。这个叫小小吊饰，我的妈！原来这叫小小吊饰哦。米菲，你这在干什么？等一下我下面会有这个。这吊饰是什么？有头就算了。其实我觉得哈基不是想要小小吊饰，是粉红斧头吊饰的，对。我没有，并没有这样讲哦，有吗？并没有。我看到你的心，不愧是住了几年仙女吧？怎么会有头啦？我没有在头上放仙女棒啊。你才不会，你是你放在头上放的、啊。你放的姿势太怪了吧？你就拍一部影片，仙女棒放在你头上。哎、欸，对，阿纪，我本来要拆竹蜻蜓的，可是我想说那个超过30块了。那个30块，30万也没有啊。哦，在头上也没有。春风是超强。哦，爆开来了没有？来来来，等一下完整体一下，完整体一下，丢一下。完美。哇！啊，对，刚来了，还有这个。哦、超强，这个比较会。完整体，完整体，会超会。我是说这个超会，这超会，太会了，完蛋了，下一个可以跳过。没有，造势活动，一人一根，大家一起拍，一起拍，然后不能烧起来，然后你会戳到隔壁的人，你会戳到隔壁的人，那就会烧起来。哎呦，我旁边有放什么？旁边还有放烟火。没有，那是在玩而已。忘记拆了，那烟火就超过价格了，送你一根香哦，烟火都一定抓，送你一根仙女棒，有人真的拆香吧？这是什么啦？超商礼就是30元，我就是你，给我钱就好了，30元，你这一定落选了，我跟你讲，超商礼券只有30元，它的面额有30元，啊，这个对呀，正常不是100块，而且你会被告吧？下面这个绝对告啊，这跟发现金30元也是不行的吧？会的。太好笑了，都混讲好多。刘天禄，通30元，哎呦，为什么又是在地上的啦？我先讲一下这个，这个是三，这是三。我在这边二和三猜很久哎、欸，反正就30啊，题目就是30。这个三你盖的也蛮像二的、啊，对啊，我在二和三猜很久哎、欸，我猜的是长二，你知道吗？那个二长，还是二啊？那个二嘛，然后面写好多，下面硬加一条。然后车峰，哇，3.0，3.0，送你 7-Eleven 3.0版本的。最近工业4.0不是很红吗？哇，来这边直接送你 7-Eleven 3.0了。这300万都没有了。然后下一个真的是直接3.0了，直接3.0，开玩笑，啊，3.0，直接送你一层，还是3.0版本的，这就很直接，里面没东西，里面没东西，7-Eleven 3.0，怎么你怎么会猜出礼券啊？哎、欸，为什么你又猜出礼券？好屌哦，猜出礼券了，那个有30块的东西，为什么大概就礼券了吧？哇，好神啊，回来了！迷路了一圈还猜回来哎、欸！你怎么了？快礼券！哎、欸，什么回来哦？好猛哦！厉害了吧？哇！法师懂我啊！法师懂我啊！法师好强哦！法师懂吗？法师懂我！不是那3.0不能猜啊！你懂啊？很懂。起司薯条。我昨天刚吃到。你这个垃圾人类就是你！你在。
不是啊，我昨天夜市哦，你在逛夜市哦，你在逛夜市，你把你刚刚吃的东西打进来是不是？这就真的30元嘛？在逛夜市哦！我天哪，太好笑了！怎样？你是薯条？你是假的薯条？还要廉价有没有？廉价太贵了，不能太贵了。薯条还有算那种贵跟便宜的，因为你是麦当劳的红色包装就超过30块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配这什么？这是什么？薯条是有啦，上面的哦，上面是起司哦。对啊。为什么起司很好？哦，我现在意会了，我现在知道了。哦，看那个起司还没融化那一种哎。哎，我还特别强调小包薯条哎。小包。都不能超过30块啊。没有，这个起司有一点点小包薯条。哎，被麦当劳了啦，完全。没有，我刚在查麦当劳小包薯条多少钱？30块，好吧，大家就是30。小包薯条，我看好。空三啊，又回来30块，三十块就可以买了。又回来30块，肚子有点饿了。对，大包也才49而已，大包比较贵，再加大包会超过，大包会选。哎、欸，乖乖乖乖乖乖，包装上面有没有乖乖投给4号？哦，这个包是带着什么东西？这跟厂商合作绝对100分啊！那个东西，今天这是乖乖哦、喔，啊，这谁干的？发生这个怎么看都看不出是乖乖啊！一点都不乖乖、啊，乖乖嘞。乖乖就是这一个造型哦，乖乖跑出来了啦，跑出来，乖乖不在包装纸上，这是乖乖哦，太诡异了吧，我完全发现了，为什么拍立得超过30啊，拍立得相机。怎么可能？绝对有问题啊！会选会选，这个要抓起来了。那个会选的是你啊！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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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犯现行犯！为什么这会被拆成相机啊？这个成本对啊，可能是后面这里蛮像相片的吧？是不是拍照，蛮像底片的。哇！你相片就算了，相机什么？这在上面，在上面好不好？为什么那么高？对啊，为什么要盖这么高啊？超过价格了啦！为什么？这是谁啊？为什么是刚刚的东西啊？这是谁盖的？眼熟，阿纪。为什么阿纪要把刚刚的东西拍起来？眼熟，让我们想起。好还原哦，好还原哦。这是米菲啊，这是米菲。玩家够玩的，他就把刚刚的东西拍起来了。送这个宣传，原来是这个，原来是鱼丸和够玩的，谁懂啊？谁懂啊？你盖的超烂的，你看他盖什么？这是什么？这叫鱼丸和够玩，屁啦！什么 WFT 的话？这是什么？大鱼玩家不是，因为我看到题目就是花的发，有人会拿这当宣传吗？我只看到花的发，我只看到花的。对呀，鱼丸家够玩，白球的，白球的。我的妈！为什么？我的为什么？我的乖乖，我花的发，我是最棒的创意，这是什么白球的音乐？为什么有你每个东西都在地上啊？我的创意先变成拍立得相机会选，最后变成宣传单，最后是什么拍球？最后只有阴影而已哦。玩火创意，孩子，是我出的。你知道我看到这个都这个歌都在脑里一直在转。CD。你这还哎，你还偷偷命名，这太邪恶了，作弊啊！CD， 哎，他名字怎么会显示出来啊？你作弊啊！马上有声音，你知道吗？你作弊啊！首歌，我要罚你唱一遍，我要罚你唱一遍。希望那个选举的人经过你家的时候，对你唱一首歌，对不对？不要不要，吵死了！不要，拜托不要！这是免费哦，免费哦，这不会，这没事。那个哎，巧克力作弊唱一下啦！
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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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这段，这段。嗯，我们喝蜂蜜柠檬就好，喝蜂蜜柠檬就好。就你打的这一句，喝蜂蜜柠檬就好，还作弊嘞？怎么是我啊？为什么是你啊？马斯唱一下，马斯唱一下，马斯唱一下。我们刚刚说什么来着？你们一起学猫叫是不是？反正你想唱什么都可以，好笑，一次没了。巧克力竟然偷作弊，哇，真的太让我失望了。马斯，唱唱唱，有请马斯。我觉得我们需要快点加快一下这个。盖的还不错哎、欸。我怎么变这样了？你们啊？等一下啊？这个人呢？这是吐火球？吐火圈？真的我在。抽烟，你别这样怪怪的哦！抽烟，你别麦克风，他麦克风拿着啊！啊，这烟怎么？他怎么有真的？那头发是怎么回事？开高速公路的头发是怎么回事？蜘蛛网为什么？不是中分吗？他的音量啊，他音量很大声啊，这样。他怎么会秃？哎呀，他的人设。为什么会秃？以后盖米飞，我就盖中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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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越盖越乱，泡泡水，这什么？没了啦，被拆成泡泡水了啦，泡水啊，明明就很好，快点嘞、欸，唱歌，送泡泡水还不错，快点唱歌，马斯唱歌，快点，快点，竟然这么用这么作弊的方式，快点，你起头。人生，我起头啊！怎么你不？我刚听到脏东西了。我说人生短短，这一个是几个球？我们唱歌不需要配合擦玻璃。擦玻璃，我们应该要把那个现场顺便帮你擦玻璃，擦完那个要擦玻璃要配成阿卡贝拉才行。只要选我们就好。这个是谁盖的？还蛮可爱的、欸。那是我盖的。哦，太好笑了。你干嘛帮自己加场啊？我的梦想是变得很长。谢谢大家了。等一下，不能烫啊！这个不烫啊！我要收台了，我要收台了。看不到，看不到，我只看到鼻子而已。那个台不能播。